鼻盖呢是怎样？应该是稍微受这个影响，盯紧点，不要让它离你太远。Abby， 你刚才怎么会自己想要在那边照镜子？你是突然间受吸引吗？还是怎样？就想要走进去照镜子。伟哥，你等一下是要先点香给 Abby 拿进去吗？这种方法最直接了。我听到你讲话的声音，我的香熄掉了。为什么觉得这里看起来很可怕？现在有一种全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打扰了。每一层楼似乎都有一边是锁起来，好险我这边没有出状况，先下去找他们会合。教堂下来了，怎样？就没什么问题。里面没怎样吗？不过我那边的东西物件还蛮多的。不对啊， Abby 的香洗了，结果你没洗了，难怪你说你那边没问题。那 Abby 那边可能有一点状况，因为他刚才说他听到有脚步声还有讲话的声音。把它洗掉吧。那你把摄影机交给 King， 换你上去。这个灯我拿着。教头，你那个补光灯给他，不是补光灯啊，那个手电筒给他。你要小心哦。是哦。我有点慌。上去吧。香拿着。你还没开机。上去。是哦。今天李恩竟然叫我上去到四楼。地板的东西也太多了吧。四楼到了。不好意思打扰了。这边东西有点多。什么声音？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有点在抖，因为楼层很高。
边有一张椅子。厕所，我来到这边真的觉得有点忙，这边我真的不敢待太久。这边真的太忙了，赶快拍一拍，赶快下去。这边椅子更多，这边有三张椅子。在这个楼层，我整个鸡皮疙瘩。这边是厨房，这里是类似像储藏室这样子。这边杂物真的很多，这里是厕所，这厕所都很老旧。这边有一间门的颜色特别不一样，等下里面怎么声音？大小听到吗？大小听到里面有声音吗？好像有在讲话。哇！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了，电灯下来了。等一下，它下来了。怎样？怎样？刚里面有其中一间房间的门的颜色特别不一样。嗯。然后我就先开其他一样的。嗯。然后到最后一间的时候，我听到门边有那种叽叽叽叽的那种一个声音这样子，嗯，然后后来我就是尝试了两次要打开，嗯，它突然间里面就一个碰撞声，我吓到我就赶快下来。楼上的气氛很怪，而且有一张椅子，椅子上感觉好像都有人坐着。鬼哥，刚才 Abby 下来也是说他有听到稀稀疏疏的讲话声，阿 Ken 现在在四楼也听到了，轮到我们两个上去了。他们在这边等我们吗？嗯，好，还是你们要先回车上？啊？还是你们要先回车上？还是你们要在这边等？都可以啊，而且我箱也洗掉，把它丢掉了。四楼的哪一边？上去之后右手边那一间。右手边。你走旁边那边有一个咖啡色的门。那鬼哥走，走，我们上去。那个手电筒给我。好，现在我跟鬼哥带大家上来看一下，他们几个所遇到的怪事到底是怎样。说右边这一间，哦，有椅子。听说三张椅子，户外。先开出去是户外的地方。衣橱都是空的。嗯，这衣橱还蛮大的。鬼哥，你这一间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状况？旁边吗？嗯，看一下。他说有一个咖啡色的门。这个是咖啡色，旁边呢？
旁边都不是，这间是厨房，应该是这一间。说这一间打不开，鬼哥好像是在感应着什么。鬼哥好像要点焚香了，感觉好像是这一间有问题。鬼哥好像在施法。等一下，我后面这个窗户有声音。刚才鬼哥踢开的时候，那个窗户后面有一个东西敲一下。这什么？鬼哥，这间有问题是不是？我感觉这间就是有状况啊。你先出去。你是要施法吗？嗯。好。这一间房间最不安静，设下一个结界，以防其他人来这边遭遇不测。刚刚我上去试哦，稍微有点状况，然后就是头有点稍微晕晕的，然后 AB 刚上去那边头有点痛，对，就只有我们两个烟有点吸掉，对，那我们就先回去车上休息。我们下来到楼下，发现他们三个好像已经先回车上了，不知道是怎样，他们先回车上了啊，也都没有讲一声。然后刚才在楼上，鬼哥就是有在里面那边有做法，但是他叫我先离开，所以当时我是先跑到楼下看一下那个当时教头跟我说的那个神桌是长怎样，所以我有下去捕捉一些画面，然后才又上去找鬼哥，就是鬼哥叫我可以上去了，然后我才帮他一起整理东西才下来。那我们现在就先回车上好了，走吧。鬼哥，所以你刚才在那边施法算是施一个结界，把它封起来。哦，那个里面是有灵体，是不是？嗯